Hello， 这里是魔术达人说打，欢迎回到频道。一年一度的万圣节又来了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已经不知道万圣节有什么造型可以做了。然后呢，我就网络上翻一翻，突然发现一个造型还蛮可爱的，还想说就直接交给你们吧。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噔噔噔噔哦，万圣节的万圣熊哦，跟万圣兔。哦，对，熊跟兔子是大家最熟悉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们当然也有万圣节的装扮啊，所以呢，就看起来也蛮简单的，那就交给你们吧。哦，那其实你看到他们差别在哪边？第一个就是耳朵，对不对？哦，耳朵，兔子的耳朵是长耳朵，然后呢，熊的耳朵是短耳朵，而且是分开的。然后第二个是他们的手，哦，它是白的，它是黑的。那当然啦，你想要黑的，你想要黑的、白的也没问题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随你自己发挥。然后你也可以看到，它就是很经典的四泡节，对不对？所以四泡节的解法呢，可以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造型哦。哦，好，那我们呢，接下来就做这个万圣兔哦，还有万圣熊喽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。那因为黑色跟白色就是那个鬼怪最喜欢用的颜色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呢，黑色随意打个3下，然后呢，跟白色也是随意打个3下。那我们先从兔子开始做好了。然后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黑色跟白色呢，我们先把它打结。好，那打结的时候，我们要先做手。那手的部分啊，我们先用白色当做手，啊，先给它一个耳结。好，然后手结束了之后呢，我们白色的部分，它身体呢，我们留大概是一个拇指啊，手握起来拇指的一个长度。那这个自己目测自己抓就好了，它没有一定是多少。那如果你真的想知道这几公分的话，大概10公分。好，这长度大概10公分。好，那中间四泡节呢，就是2个白的跟2个黑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白色我再一个回来。好，然后黑的我一样2个。来，过去，好。那基本上白色是属于脸的部分，所以呢，黑色是身体。那我们黑色呢，脚的部分比较简单，我们先做好。2个黑色中间就是脚，所以呢，我们给它2颗。2颗单泡，然后呢，你先抓着第2颗拉过来，把这个拉到中心点，然后压住之后呢，再接过来，让它的脚尽量在中间，要不然呢，你这个中心点偏旁边就是大小脚。那你也可以这样子调整它在正中间。好。所以呢，黑色的部分呢就结束了，我们就可以剪掉。啊，尾巴呢你就从中间好打开塞进去，就看不到尾巴了。那耳朵的部分呢，我们兔子是在中间，好，中间的位置，所以呢，我们呢先把这里的气消掉，然后把它压到中间来，压到中间来。那在中间的位置呢，我们再去抓耳朵的长度。那耳朵长度大概多少呢？你自己看比例来自己抓。大概如果要硬要说的话，就是大概1个拇指，好，拇指插进来，大概这样的位置。好，2个耳朵记得要一样长。好，那接下来这2个耳朵绑一起。绑起之后呢，把它塞进来，好，让气球左右2面气球固定中间这一个，然后这里呢把气消掉，然后呢到手这边把节。好，那剩下的呢，你也就可以剪掉了。然后一样塞到中间来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呢，有时候你在做的时候可能会发生这样的状况，就是呢，就是头的部分啊，会有这样状况发生，我也不知道这怎么解释，反正呢，这不好看，那、不好看就重做吧，尽量让它是可以结合，不会让它偏中偏哈。好，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看一下啦，好，哪一面比较适合当脸？那你确定好了之后呢，你就开始画画了。好，那我们兔子怎么画呢？ 首先，鬼怪它都会有一些缝合处，然后呢，又比如说它会有像蝙蝠，的样子。 我对画画很不在行，可是你只要样子有出来，其实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好，蝙蝠，然后呢，中间这里鼻子给它一个倒三角形，然后呢，嘴巴你就把它拉的长长的，然后呢有缝合。 好，然后眼睛呢会是骷髅状的眼睛，就是呢随便的圈圈或三角形，然后整个涂黑。好，那基本上我们的兔子。 兔子就完成了，对不对啊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换我们的熊。熊的话一样，我们呢黑色3下，然后呢白色也给它3下，好，左右两边。 绑起来，那你手呢？刚刚是白色，现在你可以换成黑色。然后，为了防止像刚刚的状况呢，你要尽量这两个节点让它是靠在一起的。哦，要这样子它才不会发生像刚刚的状况。然后一样，自己抓身体的长度。 耳结，来黑色2个，啊，接下来白色也2个。好，记得你白色要对白色哦，你不要这样子，白色在对面，黑色在对面哦。好，然后脚2颗。 单泡，然后呢，拉过来。我跟你讲，你如果没有这样子拉啦，哦，你如果这样子拉的话呢，它会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哦，这个就不好看，所以你一定要先拉这里，然后再调整，好，然后尾巴剪掉。 塞进来，好，然后熊的部分呢，它的耳朵是在这两边，然后它的耳朵就是熊耳结，所以呢，我们呢先把气消掉，然后移动到边边的位置之后呢，我们给它一个单泡，然后这单泡呢，我们就自己跟自己打耳结，好，你看熊的耳朵就出来了，然后这里再消气，然后到这边的时候呢。 一样，给它一个单泡，然后呢，耳结，好，然后一样，这边呢把气消掉，熊的耳朵就出来了。那这里呢就可以剪掉了，一样往中间塞。然后像这个头啊，哦，头不好看，往里面塞，白色头也是。哦，你看熊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接下来就看哪一面哦比较好看。 好，然后一样画脸。那、因为熊的耳朵比较小嘛，所以呢，它这个缝合处你就画小一点。然后一样给它一个鼻子倒三角形。好，随意。好，好，然后眼睛。 骷髅头的眼睛就有点倒三角，然后也可以用一些不规则状的，好，你看这样就完成了。有没有很快呢？哦。 四泡节大概是这样子哦，你只要四个身体做好之后呢，上面什么花样哦，你自己决定，自己来发挥创意。那当然啦、你也可以，好，在底下呢装个吸管哦，然后就这样子哦，送给你的朋友哦，或者这样子拿着呢，就会非常的好看，非常方便。所以呢，万圣节看到这个很可爱的。 那个万圣兔跟万圣熊，那就交给你们啦。那如果说你有缺气球材料的话呢，下方商城欢迎参观选购哦。那接下来该你啦。